今天小王啊，就跟南诏王上你反着赌。如果我们家殿下赢了，南诏王上把大国师给我们就行。你可听出了什么？这凤尾生的曲子里有离殇的旋律。你是说咱们要找的最后两卷琴谱很有可能在他那？这个我也不确定，这个旋律变化极其细微，不太容易分辨出来。南诏王，小王想跟你打个赌。哦，四王子竟有如此雅兴，说来听听。他们两个都赢不了。四王子有所不知，寡人之前了解过，这些年商家可从未败过。那今天小王啊，就跟南诏王上你反着赌。赌注是什么？这样吧，如果我们家殿下赢了，南诏王上把大国师给我们就行。虽然他年纪老迈，但是端茶倒水总是可以的。王上，这赌注新鲜啊！哎，国师莫要动气，这一局寡人必不会输，我们就当陪四王妃玩笑一回罢了。好，寡人答应。不过，要是你们输了呢？任凭南诏王处置。好，四王妃果然豪爽。你说万一咱们输了，南诏王让你去南诏怎么办？啊，不可能。四王妃就是开了个玩笑嘛，怎么会真的让你当下人呢？那咱们是要还是不要啊？嗯，他年纪太大，也不中用了，还是算了吧。那老臣就多谢四王妃开恩了。不客气。